그냥 탑 라인전 이기는 쪽이 이기고 정글상성 유리한 쪽이 이길 것 같아요. 최근에 좀 많은 캐릭터들을 하다 보니까 뭐 딱히 어느 하나 자신 있는 픽은 없고 그냥 네, 연습하는 중이라 판수가 좀 많아지면은 여러 캐릭에 자신감 생겨서 네, 그런 부분이 나아질 것 같아요. 我觉得 IG 中单选手、Rookie 选手的话，对线比较厉害，然后喜欢压，然后风格的话，可能就线上压别人，然后就赢20刀、30刀，那利用这个线上的优势打团就爆炸输出这种。打 IG 的话，可能我们中野尽量能不打的话就不打，避开这种中野2打2的团战，这种小团，然后尽量就看团战4打4、5打5的小龙或者什么先锋的团。一起来看一下数据对比，其实数据上面的差值呢并不特别大，但 FunPlus 的15分钟领先是拉开了距离。这边给那到，Hurricane 的 Shy 的本赛季数据对比，其实包括在参战率啊，很多方面的数值是有点接近的，一塔参与率都有点接近，KDA 的差距只能说就是 IG 多输一把啊，在 KDA 上面可能会比较不好。是，奥拉夫这边直接选出来，那。看什么英雄去应对吧。这边 IG 也是考虑到你这个厄斐琉斯加锤石打我卡莎的一个可能，直接是把锤石给摁掉了。那在这种局面下的话，FunPlus 也是立刻选出卡莎作为应对。这个伊瑞利亚是上单吗？那看最后一手了，看这个女刀是上还是中？中，还就是是很说阿经典卡丽的抢吗？手英雄啊，这个英雄这个版本现在胜率已经跌落谷底了，现尤在。其是11.2。对，Q 改了之后，现在韩服又跌了差不多7%左右的胜率。团长感觉还不错呀，团感觉长这时候选奥恩的话就有点扫兴。那选酒桶有比较不扫兴吗，兄弟？稳一手呀。感觉中路登场的登场率全部都是 T1 Closer 打出来的，这个时候博已经来到上路了，开启了疾意识跑，到了，一闪，一这边闪顶顶住，到，在这边不选择应该不交技技能能了吧？放弃了。这什么？没想到吧，我还想跑，你这认斧为子我走不位。交的时候啊，我就交了出来。帅哥这波层数很高，主要是奥拉夫前面感觉也不太好配合过来做 gank，永远怕被反蹲。这波中路靠过来了，但是。这边勋也在 F6 附近，展现一现张这张黄黄牌，牌，但比翼双刃很漂亮，架住两人。哎呀，回头还要 Q，回头这边 Q。莉莉亚来了，闪现了一个 Q，对了，奥拉夫可以换回人头，但莉莉亚的一个 W 核心中间位置敲中了，再一个大杀四方，虽然不是大杀四方了，但是 Q 两下，还有一个移速留我走，但是奥拉夫平实无华的一个一。劈下了人头，中野2v2的这一波冲撞啊，输掉了，这波已经是个死人了。对，辐射上来，上路这个位置没有什么机会，被丢了一张黄牌。而且野区这边又是博抓到了这边熏，Rookie 赶紧出大招，然后往后拉一点距离，用 B 双刃同时晕住两人，还想跑，但是被丢了一个斧子减速了，后面再一个闪现上来，瑞尔要把人给留住了，Rookie 走不了。哇，前期 FunPlus 节奏有点窒息，IG 这边已经裂开了，也。奥拉夫要剑圣下凡了，奥拉夫现在无敌，上路不给你吃线，好吧，以往都是你别吃，今天换人了。寻根宝蓝追了过来，但对臂这个位置保持的还不错，闪现过来选择想交留，但有个治疗，拉开身位，而且兄弟好多，这不敢追了，一个爆弹，三个人从天而降，真的，多死了一次，待会应该会有回放。两个人点果子过来，奥拉夫在这儿，给我总滚到死甲虫了。没有办法进一步的做逼迫，这两个人伤害感觉也不是很够。回城，看一下刚才一个回放。遇到两人被控了，被奥拉夫一炮带走。转角遇到爱，那无奈啊。来，追到了，追到了这个位置，但瑞尔但到刘了，青松在附敢不敢近上啊，呀？这波没有什么机会，白白浪费了自己的大招。IG 的风格对吗？下路指过来，这边上来想留一手青松，伤害上还差了一点。倒钩，这个打出很多的伤害。上路凯南爬下，决定大招反打一套，伤害是打得蛮足，但是卡牌已经在边上了，难受。上路继续去把下路前锋给控住，空城应该是要直接放前锋撞，这是 FunPlus 最近打的最多的这种节奏。我特别喜欢的是 FunPlus 刚刚就是在控下路前锋的同时，直接让下路双人组把蓝 buff 给吃掉了，因为知道其实己方这边区域有点危险，自己没闪到，黄牌晕到，这边再接一手 E。人头让给了对应币，
刀上路的伊雪塔也拿到了节奏，快得令人窒息。哎呦，打回来，这边子弹有点危险，再一个肉弹冲击，一丝血再等一下自己 Q， 一个火焰标记没有扔到，大招也开出来，这边电晕了之后 Q 是没有爆出来，刚好电晕的不让爆 Q， 我闪，二闪，莉莉亚这里追到了，自己一个人伤害够吗？再加一个闪现，再一个 Q 伤害够了，啊，这波熏跟 Rookie 是有一波配合，对的。同时的话，方法子只有中单的堆逼多拿到了一层塔皮，收回的东西不够多。不过这时候从破门绕进来，想越塔，这边等一张黄牌，哎，但黄牌直接打塔，丢塔了。一桶容错率还是比较低的，我打完不能失误是吧？大招顶住了，但奥拉夫是有诸神黄昏的，直接开起来，九手无失的，因为只要第二个峡谷先锋。方法子过去的话，哎，从正面的下来选择往前直接垫上去，然后接上这盘大招，这波相当不错，所以被直接被杀掉了。这后面还有个莉莉亚大招飞到了流星中，先是一波团战发起的同时，击杀了方 plus 两人往前直推。哎呦，哎，方 plus 的这波中路想要尝试对方的塔突，反而被 ID 盯住，这边一个头大回来，然后火箭腰带呢，现在交出一个闪现进入 F 六的坑里面。成功逃生，但是状态就有点残了。林伟强追上来，但是被东西埋伏了一手，埋伏了一手以后再接一个比方的是，林伟强交出一个闪现，但东西仍然把人给杀掉了，交了一个闪现以后进 F 六坑跑了。这波还有一个抱怨，感觉可以走，要走掉了，要走掉了。大瑞这边没闪到位走掉，但是被给了一个视野。哎呦 ，Rookie 这一波藏得太好了呀！还上路有一个下来卡牌开一个大招不敢飞的泰森丢到了黄牌，但还差一点伤害，又 Q 了一个石头人走了，但这个还有下来的 TP 危险了，TP 下来的位置好像有点尴尬啊，这波传送了落地成盒，也没有放过这个机会，哎，宝蓝这边有点危险，丢到了宝蓝，用 W 先扛住第一波的伤害，确实也没有掉太多血，但 W 马上结束，被闪现以后的瑞尔跟了上来，第二张黄牌扔在头上，已经没有加防的能力了，哎，这头又给到这边活。哎，温克这有点危险啊！我好在一个狂风之力躲掉了这发大，再撞一波高地，好，好狠啊！用火箭腰带丢了一张黄牌。哎，这边直接选择睡，睡到了，但能上半遇到了大招，大到三个人，这还又是林伟翔，林伟翔再次被击杀掉了。虽然科技战不拉不回了一口，还把 Rookie 给剁碎了，但最后失去队友的支援，他也是在众人的围殴下倒地过来了。侧面绕进来了一个一技的加速，开一个大招，开一个火箭腰带逼出堆逼闪现，决定不再追了吗？那右边还有一个逃跑的瑞尔，瑞尔感觉松松这边 W 好了吗 ？CD， 但感觉也走不掉，被击到了，走不掉了。我 IG 又靠着自己非常敢打的一波打回来了。看一下这波说实话撞一下该走的，对的，有点贪，有点贪啊，酒桶这边也没 TP， 而且连续两波都是林伟翔进场直接被打，而且这波其实第一时间是选择把人卖了，我觉得三 plus 其实坦度也一般，加洛飞了一个卡牌下来，然后一个桶子也炸下去，但伤害只得留下零半血，哎，直接电上去把冰清了，这边酒桶拿太长了，有点危险，但他拉掉了吗？不，没有拉掉，最后还是死了。问题是方 plus 大军已经赶到，这时候逼出这个金身，安全金身冲出了，直接莉莉亚还是死了。那刀背先手中到场来了一个大招，不漫天飞雨撒了出来，一个倒钩拉了回来 ，Rookie 倒在塔前，这一波团战反而是方 plus 大获全胜啊！但是这一波又把自己的赏金给攒了起来。再来看一下这波团战，先是对着下来动手。现在再一次反身果断向前，这一波是开到了酒桶，牛窝总空掉了，然后一群人聚在一起被瑞尔开了一下的同时，虽然出去指了一个卡牌，这波主要温克死了，太伤了，没有威胁到林伟翔，林伟翔位置非常漂亮啊，而且这个 E 技能也没有拉到，对，比翼双刃被漫天飞雨堵掉，打龙也比较无伤，但是 IG 不可能把这条龙让给你，已经在过来靠了，不过打龙速有点慢啊，这波感觉是想逼团，卡牌一个飞绕后直接飞到这边，莉莉亚状态有点糟糕，还好用一个很高的移速跑了掉，然后反身把堆地卡牌给杀了，飞出事了，林伟翔也没留住，林伟翔是有大招的，交一个闪现往后拉，然后这时候被电了一下半天，飞雨抬起来落地的时候还是感觉有点被晕住，但倒钩的效果还可以，可不过宝蓝这个时候进场已经是有点后继无力，刀妹这个时候再切进来，刀妹勉勉强强是切掉了霞，但自己也没办法逃生，阿莫在后面单挑，威克其实刚才有个霞当的装备还是不够，又一个抓抓14个人头，哇，这把波像个战神。我的天哪，那是一个开盘失误，卡牌飞下来丢了一张牌，哎，莉莉亚是半血，其实双方有点差不多，对，其实第一时间这边堆币死了之后
后续开到李伟强，感觉还可以。但你就看这个奥拉夫，但李伟强技能很全啊，关键是先交了一个闪，再交了一个漫天飞雨，一个倒钩打出巨额伤害。先砍左晒这边，再斩宝蓝，对的，后面一个人追着两个人，随手触发。魏克这把装备已经很好了，但面对奥拉夫也是没有任何机会，没办法呀。这把就是奥拉夫推销局呗，看完之后很想玩奥拉夫。宝蓝又被留了，大招直接低闪，这边下路也同时开打，左晒也被留住。左晒这个位置开启大招，晕倒了一下。啊，博并没有选择交大，但还是成功完成了一个击杀。宝蓝甩出了他迷砍大招，但效果十分的一般。卢奇也甩出了他剑击大招，满刀背大招，但是还是没有能够威胁到后排。卡牌侠不断的往前 A。哎呀，溃败了，只剩下薰衣一个人，感觉这波守不住范弗拉斯的进攻了。防弗拉斯啊，一波又一波的攻势如潮水般涌来，永无止歇。即使是 IG 打出了几波不错的反打，最终仍然抵挡不住方普拉斯的攻势，迅速的退平了基地，结束了比赛。方普拉斯1-0领先。Rookie 前面发挥的已经很不错了，但打到团战阶段还是没有任何机会啊！而且你碰见对面什么奥拉夫、酒桶侠这种英雄，你打团。就你进去自己死的比对面还快，而且方 plus 的阵容里面其实有很多的不明 AOE， 对，就是包括酒桶、包括侠、包括卡牌，会打出非常多的不明 AOE。刀妹在冲阵的过程中，通常都是他，我好几波团战，他戳到林伟翔的时候，自己已经剩大概300血。果然是给到这边16-1/5的一个奥拉夫，拿到了本赛季第一个 MVP， 这把91.3残战力这个完美数据应该是毫无争议。这把基本上就是一个人带着四个队友在砍，就队友全是工具人，四宝一宝奥拉夫。这场比赛他破了记录啊！之前在他之前呢 ，LPL 的打野最高单场击杀的记录是15个人头，他突破了这个击杀的记录，创出了新高。同时有91%的参与率，32%的伤害制造，39%的成伤，这数据已经是爆炸了。这把而且仅用了23分钟还是22分钟，这是怪物级别的数据啊！感觉短时间内很难有人能够刷新他的新记录了，是，这太夸张了。